天没带机甲来，无所谓，会怀疑你们是不是喜欢我。放屁，你今晚就得死，不要把你们狼同伴卖出来哦。走，果然还是这个贵式服务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，跟着酒神走，对吧？吃肉喝啤酒，在这个局里面谁可以威胁我，还是必须先跪下来玩这个游戏。给我解释个球，我神经病啊，舔成这样了，谁说假话谁出局，眼里是只有你，你打的汗就让你死得快，这是最关键的一轮越容易出错啊。